我真系好奇怪，有边一点系入唔到你罪？自问不是人上人，看到苦难也感同心，闭眼忘记于心何太忍。 苍天可知道少许变更，地上有万民便受沦陷，比火更凶，比海更深。身边喧哗说道我永未能，冲开困惑满身扭转恶运，就让理想作我一生。 大爷，请入嚟坐啊，坐啊！两位客官，随便坐，随便坐啊！夫人啊，攞两只靓酒嚟招呼客人啦，快啲快啲！随便坐。大爷，走嚟啦！你入去整热啲馒头俾客官食啊！好啊，等阵啦，我即刻就嚟。快啲啊！两位客官，慢用啊！ 日本仔未啊？
保二宝，执翻啲地方。 啲黄金齐，齐晒噶啦。点数？大宝点数？2000。2000。2000。2000。几钱？ 真噶，俾我睇下。旧金木梗系真噶啦，我冇呃你噶。旧金系偷翻嚟嘅，回收。俾翻我啊，咁多噶。旧金来历不明，回收。啊！我抢啊！我抢啊！
我唔会带俾你麻烦噶。你系边个？我系大内侍卫李宪，跟我翻去协助调查啦。 呢个金点样得翻嚟嘅？我已经话俾你知，呢啲压榨百姓翻嚟嘅污糟钱，我系唔会要，我唔会同你哋通流合污。国家需要法治，违法嘅事一件都唔可以做。为咗国家嘅未来，我一定要铲除严嵩呢个大魔头，我要同佢斗到底。台下边有十位以面纱蒙面嘅美女，其中一位美女嘅眉心。会有手工纱作为印记。今次的比赛，严公子和夏公子，你们要在一炷香之内斗快将这位美女带回上台，哪位最快的就算获胜。今次的赌注是京城最大一幅盐田的拥有权。比赛开始。哎呦！啊，妈呀妈！啊啊啊！哎呀！
启禀公子，卑职有要事回报。你退下。系。请。卑职喺徐州附近发现一嚿御用黄金，嗰度系我哋运金嘅路线，运金队可能有意外。嚿金呢？俾一个大内侍卫执咗，卑职已经尽咗全力噶啦，求公子赐罪。大当家呢？大当家去咗泰旦办事，立即同我准备一队暗杀小队去追杀呢个大内侍卫，尽可能将嚿金抢翻翻嚟。系，立即同我准备两队马队，我要以最快嘅速度赶翻京师。系。只是为了一个金来伏击我，不交出来就没命。婆婆，俾个礼我。三文钱一个。三文钱，我乡下一文钱有三个咯。读书人，我冇呃你噶，你乡下得一个衙门一个官，京城系好多官好多衙门噶。我呢个礼就卖三文钱，但一文钱呢系俾嗰啲衙差嘅，半文钱呢就系俾衙门嘅。我扣咗本，卖咁贵又点得呢？后生仔啊，你话系唔系啊？咁仲成世界嘅？后生仔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！你入到京城你就知道噶啦。如果第时俾我高中嘅话，我一定捉晒呢班贪官污吏。你系咩人啊？我想挡住我哋公子嘅去路。回府见阿爹要紧，以免之后有生枝。我哋走啊！
参见公子。阿爹咧，我有事揾佢。禀告公子，丞相大人喺东厂嗰度处理事务。快啲去东厂通传，我有好紧要嘅事要见佢。快。系。參加咗我哋天王補習嘅考生咧，一定可以考到進士。如果考唔到進士咧，我哋懸銀奉還嘅。嚟！臨急抱佛腳，天王都幫唔到啦。喂，狀元水晶石，買夠翻嚟拜三日，必定高中狀元嘅。有買就趁手啦，睇下剩翻幾嚿咋。買啦，狀元水晶石啊！咁點得㗎？滿天神佛，梗係要靠自己㗎嘛。恭喜你！会试必中试题，读书人，若要金榜题名，莫识腰间钱啊！呢啲系金科试题，要唔要啊？唔系凭自己实力考到冇意思啦。兄台，你觉得冇意思咩？俾我考到进士，做到官，咁啊有意思啦！我你仲系读书人，唉，真系唔识谂。读书人，上嚟试下啦！我哋老爷以文会友，一比文采。优胜者会试之前可以在京城饮食饮住，机会难得啊！嚟啦，各位读书人啊，才高八斗、学富五居者无任欢迎，各位应届举人唔好错。京城果然系文化之地啊，金重市民人，好趁呢个机会试下自己实力。天作棋盘，星作纸，谁敢动手？啊！我有啦，地獄無門闖進來，誰敢進入？嚇點啊？好嘢啊！何緣我到？何緣我到喎！大家好，多謝多謝，大家辛苦啦。各位。应届举人，我哋何元凯最赏识才艺兼备之时，而家咧就系你哋表现嘅时间。我哋呢度有对对联，希望大家可以指教。唔该谢美啊，唔该。真正有罪的人反而逍遥法外，就算掉到我天脚底最恶劣的地方都好，我都不会同流合污。这个世界很公平的，你有能力就自然可以出人头地。地为琵琶路为弦，哪个能弹？师爷啊，佢对得好唔好啊？好。咁你快啲再考佢啦。呢位举人，可唔可以喺七步之内再作一首诗呢？可以啊。咁好极啦，我哋大家就洗耳恭听啦。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，孤山独了一将军，匹马单枪。师爷啊，呢首诗好唔好啊？好，梗系好啦，非常好啊！读书人啊，点称呼啊？在下海瑞。海公子，少少意思唔成敬意，无功不受禄。
我怎可以要你的银两啊？哎呀，海公子，你才高八斗，这些是你应得的。不要这么说，你都是收回去吧。蛤？哎呀，你是不是嫌少啊？哎，你要不要都好啦，总之会试之前你就安心在这里住，在这里吃啊。多谢何言爱，我都佩服你礼贤下士。哎呀，你不用问皱皱了，我老爹听不明的。啊，是啦，海公子啊，我还有样东西给你看的。这份是什么来的？这份是金科会试的试题，我浪费了32买回来的，你慢慢背熟它，我还会联络一些大官，请他们帮手打通下门路。我参加会试是凭自己的实力，旁门左道的事我绝对不会做，你们的好意我心领。你说了去哪里？份试题给你背熟不是等你去应考的。他的意思就是叫你代我应考，明白吗？何时答应你们？废话，你吃我的住我的，还不应该为我们做这些事吗？不过你放心，事成之后我一定重重有赏。以文会友通通都是假的，其实找人冒名顶替。原来你是来混吉的。作奸犯科的事我海瑞绝对不会做，如果你真的找人冒名顶替，我一定会报官。你太过不识抬举。忍耐。不识抬举，抵你一世做死穷书生。我哋何家富甲一方，我就唔信揾唔到人嚟代我应考啊！嘿，闩门。严大人，饮杯嚟。好。何言伟，你每次宴请本官都有事相求的，今次又大人英明，我正是为小儿之事，所以请大人过来商量一下。令公子不是要参加本年的会试吗？我知道你找过出题目的张大人，会试的题目应该一早到手了，你应该没什么事值得担心的了吧。张大人卖得给我，也都可以卖给第二个啫。为了万无一失，所以请严大人帮忙帮忙。你要怎样万无一失法啊？不知临场更换试题难不难？难。如果换一份只是我们何家才知的试题，又难不难呢？更加难。只不过再难的事都难过我们严家的人。但是我不知道5000两银对何员外来讲又难不难呢？难不难？严大人，小儿的事就拜托了。包在我身上了。一言为定。包在我身上。想高中状元，千秋大梦啊！检查随身物品，检查检查，攞晒出嚟。喂，我哋一个跟一个啊！攞出嚟，攞出嚟，攞出嚟。系，嚟啊！走，走。几多？哥，来，好了，哥，来，检查随身物品，来，喺度。啊，睇你个样子都唔似系正正经经嚟考试嘅，上身。我读圣贤书，又点会做啲偷鸡摸狗嘅事啊？我话有就有啦，你呢支毛笔唔合规格，没收。我冇咗支毛笔，我点考试啊？
呢啲系你自己嘅事，要怪就怪你呢支毛笔唔合规格啦。我支毛笔点样唔合格？我话唔合规格就唔合规格。唔好话我冇俾银两你，信唔信我告到礼部揭发你嘅罪行啊？有本事你就去告，不过你就顾住自己先，冇咗支毛笔啦，睇你点考今次嘅会试。走，走啊，走啊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嚟，走，嚟，下一个，走，走。哎，天台，我多支毛笔啊，借俾你。万事应考要紧啊！多谢，多谢你。只要我金榜题名，我定扫走你班牛鬼蛇神。呢度五百两，霍大人，你收咗佢啦。呢张试卷，你帮我换咗佢啦。国家遴选人才，我点可以贪污作弊噶？如果穿波啊，系死罪嚟噶。而家唔系叫你作弊啊，嗰班举人点都要考呢个试噶啦，只不过唔系考锦盒里边嗰条，而系考呢条咁解啫。咁，你唔系想同严家作对系咪啊？睇下先吓，张员外出4500两，佢嘅公子啊，第四啦，系岳大人到，岳大人，咁多位大人辛苦晒，请坐。许大人，今次嘅参试者水准如何？一般啦。狗屁不通，真正有罪的人反而逍遥法外。就算调到我天脚底最恶劣的地方都好，我都不会同流合污。我海瑞如果真的同流合污，或者第时有咩行差踏错嘅话，你就可以用呢支棍剥穿我头。狗屁不通，不知所谓。会试是天下精英汇集的地方，竟然写出这样的文章，不知所谓，岂有此理。再是这样下去，我们未来的社稷真的令人担心。为官终身，素餐为事，见今日之非，不求先日之事，藉口为贫而事，习非不可破也。而祖宗切官初意，
无可言言。得其人而不得其法，则事必不能行；得其法而不得其人，则法必不能制。人法兼治，而天下之治成。好，真系好。大人，皇上有圣谕急召。哦，呢位考生才高八斗，应得金榜题名。三位大人应该要参与一下，我先行告退。于大人万行。于大人万行。呢个金榜题名啊！你话今次会试放榜，唔知得唔得咧？阿爹啊，就快放榜咯，你睇得唔得啦？我话俾你知，你一定会高中，而且仲系第七名。吓，连第七你都知啊？诶，信唔信由你，等阵你就知啦。恭喜广东陈公子高中第四！恭喜广东陈公子高中第四！恭喜江西何公子高中第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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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名啊！阿爹，真系第七名啊！今次我哋何家终于可以光宗耀祖啦！今次进士位剩翻最后一个啦，睇嚟今届都系冇望噶啦！哎呀，恭喜何公子公子高中榜第！海瑞，又有学问又有志气嘅读书人，听讲你落地喎，诶，系咪好想好似我咁啊？其实功名系可以用钱买翻嚟嘅，唔好咁样啦。呢啲咁嘅下等人都系读死一世书。好，我送两句说话俾你，希望你好自为之。才高八斗，一无是处。呢幅字就送俾你啦。我嘅字好值钱噶，使唔使送多几幅俾你啊？啊？于大人，今次放榜之后，点解唔见海瑞考生呢个名？于大人，海瑞嘅试卷，下官及其他大人都有批阅过，平心而论。海瑞并无过人之处，实难登大雅之堂。一个咁好嘅人才，唔能够为朝廷效命，实在系朝廷嘅损失。喂，做咩啊？去见房考官。乜又系你啊？走走走走走啊！会试冇弊，事关重大，我见唔到房考官，我唔走。赖死系嘛？赶佢走！啊，走走走走！见唔到我唔走。走！参见许大人。梁氏，我要见房考官。我就系贡院嘅房考官，你到底有咩事？今届会试有人冒名顶替，请大人你彻查。会试监考严正，绝对唔会有错嘅。我要应届进士嘅密保，只要翻阅试卷一作查核，必定原形不露。请大人你过目。会试试卷一经批核，点能够俾人随便查看？大人，会试进士系我哋百姓嘅父母官，协助皇上治理国家。如果俾一啲唔诚实嘅人做我哋嘅父母官，试问我哋嘅国家仲边有前途，边有希望咧？呢件事一定唔可以掉以轻心。哼，一派胡言，赶佢走。大人，你一定要彻查。走走走，你一定要彻查。大人，大人。有智囊，我要告官。你究竟系边个啊？公堂之上，够胆唔下跪？晚生海瑞，广东岐山人，金科举人，有功名在身，可以不跪。你状告何人？有冇状子？我先状告何元凯父子二人行贿金科考官，取得功名，
再告共院房偶官疏忽职守，任由无能之辈进入仕途，危害国家未来。状纸响度，请大人过目。海瑞，你有冇证据噶？大人，何元凯曾出重金，要晚生冒名顶替其子参加会试。咁你有冇去到啊？晚生虽一介书生，但系绝对唔会同流合污。既然冇做到啊，咁又点算系证据啊？大人，我手上有何斌嘅密簿，只要翻阅试卷一作核对，就可以证明佢揾人冒名顶替。请大人过目。根本就废纸一张，无名无姓，又怎可以作为证据呢？这张这样的纸啊，我是你海瑞写都得的。大人，还有什么证据啊？大人，何斌才疏学浅，众所周知，以他低劣的才艺，如果不是会试官员贪污受贿，他又何以得到金科第七名呢？大人如果不相信的话，可以请何氏两父子和其他官员来到公堂当面对质。废话连篇，海瑞，本官闻你金科会试，你是不是落第啊？是，正因为会试官员贪赃枉法，致令晚生和其他举人不获公平评审。本官说你是妒忌何斌的才华就真，你无凭无据，但是就屡次污蔑朝中官员贪赃枉法。人嚟，同我重打佢三十大板，以儆效尤。大人，你简直是黑白不分，万恶良天。同我打。是不是不服气啊？等我教正你啊！贫不要富敌，富不要官争，你哋系京城不变嘅定理，好好记住啊！有本事嘅下次金榜题名，仲有官嚟发下官威啦！佢发布就有份。天下咁大，最贪最乱，竟然就系京城呢度。文不是人上人，看到苦难也感痛心，闭眼望地冤心何太忍。苍天可知道少许变更，地上有万民睇摘华灯，明如画，载尽文之以作高。走啊！你冇钱攞我走喎！嗱，俾钱，你哋买月姐啊！你手指我唔要！走啊！走啊！走啊！你班狗奴才恃犀凌人，哥听日我嚟先嘅，你冇权赶我走。有几日凑钱就为所欲为，几有此理啊！这两句诗是你写的？是。那这两句嘢有什么意思？抵砸华灯明如画，载尽民脂以作高。就是说你们这达官贵人家里灯火通明，都是搜刮百姓的民脂民膏来点灯。贱民不是人上人，看到苦难也感痛心，闭眼忘记于心何太忍。苍天可知道少许变更，地上有万民变受沦陷，比火更凶，比海更深。